他切对半吗？对啊，切对半。那把中间的骨头去掉。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。知道，随便弄吗？我随便弄，你们随便去。是不是？中间后面的回收，后面我后面的回收。把你们到边。是。那这边就是边，刀刀刀刃，再管出去。把那个豆豆皮，你煮嘞，刚才听他声音，放在里面，把它塞进去。过年都一起发，点火的时候，我们要算数，然后再自野餐，不会有人发现没有？就说都是我们包的，烤肉它太麻烦，可以进去。我不会让人入境，放心。比较费时 ，OK， 人会有刺，应该没关系。是，就吃的时候再调。那你现在住哪里啊？我是住在四角国小，对吧？哦，那在附近哦。那算切片。切片吗？没用。对，永联路的方向。对，因为早上没有，我在拍人，没有拍人。哦，是哦，那是很贵。吃太多啊，偷吃的啊，就做简单的早餐。我也喜欢吃简单的早餐。对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加点酒，那还要自己包饼，包什么？不要拍我。我不会让人入境，没关系。哎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来了，我还帮忙了，都可以照到脸了。啊，如果有照到的话，我会放大。